们先从外观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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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从外观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台，那么先从外观，那么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根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， 它的是金属机身。那么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根 Energy Tube 是金属机身，它除了一些，那我们先从外观来开始分享。那这一根 Energy Tube。是金属机身，那它除了这个电池仓这一片跟两边的磁铁这个部分是塑胶以外，那这一根 N， 那我们先从外观来开始，那我们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，那这一根 Energy Tube 是，那么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先从外观部分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根 Energy Tube 是金属机身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真材实料的。那这一根 Energy Tube 是，那我们先从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先从外观大家看得到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根 Energy Tube 是金属机身，所以应该还蛮耐用的。那这一根 YC Onion 的 N， 那我们先从它的外观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一根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， 它是金属机身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上方，这里有我们的开关，是一个实体的拨杆，不是电脑来控制的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那这里就有两个旋钮，可以来控制你的所有设备。那这里还有一个 USB Type C 的充电孔，可以让你快速充电。那它的两边都有一个，那它的两边都有一些角度可以让你轻，
那他的，那他两侧都有作为一个角度起，那他的两侧都有，那他的两侧都有做可以让你，那他的两侧，那他的两侧都有让你可以轻松切换，那他的两侧都有可以让你在平面上快速切换角度的机制。那么电池，那这里有，那这支灯棒很特别，是它可以换电池的设计。那这一根就是18650的充电锂电池。那这一支灯棒，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可以有，那这支灯棒我，这支灯棒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可以有换电。这一支灯棒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有一个换电池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来买很多18650的电池，你就可以来延长你使用的时间。那左边右边，那左边右边的部分有，那左边，那左边右边这里有各种不同角度，这让你在桌上调整灯光角度的时候方便很多。而且灯棒嘛，它不会让你在桌上滚来滚去，啊，你放在桌上，它会固定到。灯棒的左边、右边都有做可以调整角度的设计，所以你在桌上，你就可以轻松的调整不同的角度，而不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。那它的左边、右边有各种，那这支灯棒左边跟右边都有各种角度的，那这支灯棒有，这支灯棒的左边跟右边都有各种不同角度的设计，所以你放在桌上。你不需要用额外的工具来调整角度，它自己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，这还蛮方便的。那它的左边，那这支灯棒的后，那这支灯棒的底下有，那这支灯棒的底下两边都有可以调整角度的设计，所以你放在桌上，你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，你就可以轻松的来调整灯棒的角度。所以这，那这后面这两片就是，那这灯棒后面这两片就是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把你有磁铁的东西，那灯棒后面这里，那灯棒后面两片，那灯棒后面有两片的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磁性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轻松吸附。所以你想是。灯棒后面有两片磁铁，所以你只要有磁铁的地方，你就可以轻松的吸附。那灯棒后面这里还有两片的磁铁，所以你只要在有，那灯棒后面这里还有两。